从失去时空，你害怕不怕付出？如果坠落时空，你还要不要幸福？如果迷乱时空，在开始还是结束？如果追求时空，这是坚强还是执迷不悟？如果分离时空，你要把苦向谁说？如果承诺时空，真情要不要流露？如果痴心是苦，难道爱本是错误？如果追求是苦，这世上的真情它在何处？好多事情总是后来才看清楚。